有了吗？有了吗，兄弟们？有画面了吗？有画面了吗？我裂开，我操，我裂开！怎么直接给网给整没了？有画面了吧？我自己看我怎么样，有画面了 ，OK。哎，子安哥，扫黄扫黄！我掉了一下网，掉了一下网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他怎么游戏上不了了，兄弟们？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一直显示我们网络异常？我重新上一下 WiFi 试一下。OK， 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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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子涵哥，子涵哥，扫号扫号扫号，子涵哥，我现在上的是中式号，现在上的是中式号啊，全林哥，没事，嘎嘎上嘎嘎上。我们性爱双排，性爱双排。我看不见你的 ID 了，兄弟哥，你重新给我发一下，重新给我发一下。我现在看到了，
在场，做八项三不好的假象，矛盾多么大堆积的思想，证据被完美埋葬，那套路输了紧张的嘴角上扬。那些恶是花里藏毒针，假装真诚，我会亲手去伤，珍惜乐观，风干最后一行伤，黑色的墨染上暗香。大家还没有点关注呢，还没有点关注给主播点关注，然后加一下右下角的水友群，微信群到群发可以上了，直接进。大家有粉丝牌的，有粉丝牌记得每天来升一升级，兄弟们，在我的直播间达到十六级粉丝牌就包三级宗师，十六级粉丝牌就可以，好吧？然后预约一个老板三号，预约一个老板就五十二点直接扫码三号，要安卓系统微信区翡翠号，开通钻粉就可以。等一个老板的钻粉，好吧，就差一个钻粉，老板们，我现在我昨天钻粉又掉了，现在九十九个。谢谢玄天哥，谢谢玄天哥送的荣耀王冠，谢谢玄天哥，谢谢玄天哥送的荣耀王冠。又是鲁鲁，兄弟们，没事，不带怕的好吗？又是鲁鲁，啥问题？可以，一手为恩上青天。你为什么不玩为恩？你一手为恩上青天，玩为恩，这为恩挺不错的。说实话，不然的话，这个鲁鲁真的很难打死。我先关下门，兄弟们，等一下。专营上不了，专营上不了。现在打的是宗师大师，兄弟们，打宗师大师。哇，一手为恩上青天，你怎么不玩为恩呀，臭宝？那肯定是，你看这种 ID 就是一个玩为恩的绝活，绝活哥。我选了一手金克斯，他金克斯这把是没有操作空间的，说实话，要为恩才行。对面这种侠洛这种，还有鲁鲁，还有瑞文，还有阿卡丽，全军出击，哪有操作空间的呀，臭宝？我在路上。脚步放轻，注意危险。附近有眼。你的招式有破绽，我用双手承接你的梦想。First blood, enemy slain.局中守念，站稳，坚决。下路干起来了，你们下路干起来，有机会，他们有机会轮换。
找他一套算了，找他一套算了，不太好上班。推过线，推过线。不推也行，这个线不推也行，好吧，不推也行。一分钟都不要浪费。注意危险！黑白，黑白，黑白，哭大声一点！黑白，没吃饭吗你？哭大声一点！黑白，哭得太小声的听不见，黑白。我方下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一分钟都不要浪费。给我一决高下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！现在在打大师宗师啊，在打大师宗师，凑吧。不好意思，我的失误。我用双手呈现一下。他们的 ADC 没有大招。我方上路防御塔正在攻击。直接杀，直接杀，直接杀。你的招式有破绽。Enemy slain。还可以，我们现在我们落手好像现在是优势的，兄弟们，我们落手是优势的，就很好。这把就很明朗了，好吧，这个局势就很明朗。脚步放轻，往上面走，我们先把先锋控下来。招式有破绽。我方上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他们阿卡丽这波线推完是肯定要回家了，为什么呢？他的身上是两件套，是一个饭盒加上一个魔法棒，一个魔法棒，他这波肯定是要回家出时光的。所以说我这个先锋应该是可以稳稳的拿下 ，OK。拿完直接溜，直接溜，直接溜，直接溜。没事，让他们两个追我，追不上我的，兄弟们，追不上我的。然后他们的瑞文死了，他们把瑞文卖掉了。这个瑞文，他反手就一波骂人，好吧。先溜，兄弟们，先回。我方下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这瑞文要骂人了，兄弟们，两个人直接把他卖了，然后追一个残血的我还没有杀掉。拉下躲一下他的道哥没关系，勾动了也没事，没跟他。这个人他是没有闪现的，他是没有大招，兄弟们先拉出来。先走，先丢，好吧，先丢。他们两个人都没有闪现，还要追是吧？还要追。一分钟都不要浪费。给我一决高下。他们应该在打龙，应该在打龙。哎，这个阿卡丽开送了，兄弟们开送了，直接摸上来，快回来接 Q 技能。换先锋，直接换，然后拿他们的下路塔，他们的小路换到上路去吧，他们小路去上路去，我们这波直接拿小龙，直接拿小龙。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
我的先锋应该能装出来，能装出来就行。我方已击败亚龙。OK， 他是没有闪现的兄弟，他是没有闪现的，上来送。拆下场，拆下场。中午十二点钟发射，中午十二点钟发射。可以溜了，可以撤退了，兄弟们，可以撤退了。这波已经够了，好吧，已经够了。我在路上。发起攻击！我方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回家中路啊，中路，中路！哇，这个中路的塔白给了，有点小难受。我刚才也没有注意啊，没注意到。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我在路上，我在路上。我方上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明日是一场重大的考验。战火恐惧笼罩了你的心智。拿个核线，拿个核线，看这个阿卡丽怎么装，看他还敢不敢带。敢带的话，肯定直接弄他的。他们的侠在上面，这波中路可以拆，中路可以拆。我方上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先溜，先溜，先溜，这波不好打。这边有个瑞文。哇！我操！哎，坏了！我操，这1100块被这个小阿拿到了。哇，这个人好硬啊！他就过来享受我这个人头。哇，这波其实挺亏的，说实话。我在路上。我刚才以为我安全了，说实话，我没有交闪，他这个人直接闪现一发平 A 给我带走了。很亏，说实话很亏。我方已击败峡谷先锋。怎么说？感觉这波可以操作，可以操作。先杀瑞文，这里面有个鲁鲁 ，A Q A Q A， 神剑一手，摸上来 A。这个小孩是没有他是没有闪现的，他刚才闪现杀我，是不是？你喜欢闪现杀我是吧？啊，喜欢闪现杀我，你就看你死不死就完了，凑合了。推波上路，推波上路，这波我们的队友推中，我们拿三塔就好。我方下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回家补状态，我在路上。没关系，他杀不掉我的兄弟们，直接溜，直接溜就完事了，省电一手。回家补状态。没关系，等我队友。怎么老想杀我呀，臭宝啊！老想杀我是吧？老想杀我，有意思吗？啊，有意思吗，臭宝？我现在人头已经不值钱了，已经不值钱了。马小龙正在被攻击，我刚才1100块的闪金已经被拿了。今日是一场重大的考验。我在路上，出手坚决。什么意思啊？脚步放轻。哇，人都没过来，一个开个大招，给这下波谁呢，臭宝？我方已击败亚龙。一分钟都不要浪费。他们的心跳
加快。我在路上。无尽的试炼在等待。加个队友就行了，加个队友，这个不用过去了，他应该是 diss 的。嗯。发起攻击。绝不能有片刻迟疑。没必要抓这个龙龙，没什么，没什么收益，没什么收益，赶紧先发育，然后大龙还有一分钟，大龙一分钟。妈的，这波落手有点危险，这波王就爷爷了，带线带的太深了，说实话，哇，两个终结，说实话，刚才那个终结是谁拿的？瑞文拿了1100块，哇，霞拿了475块，裂开。这种就是给机会，说实话，这种真的是给很大的机会。那这个霞直接起飞，霞和瑞文都起飞。今日是一场重大的考验。站稳。应该盯一下，因为他的大攻的伤还是比较高的。这边先溜，先溜，先溜，先溜。没关系，我有通哥，他们侠是没有大招的，我侠肯定是要。哇，这波好可惜啊！这波只打谁？这波只打了一个一换二，我操！这波只打了一换二，我感觉我其实不该回头会好一点。我没死的话，感觉大龙跳大龙有希望。不过也还好，其实也还好，我们现在团战还是比较好打的。因为我们的 ADC 有伤害，现在有伤害，他的装备是不差的。站稳，今日是一场重大的考验。注意危险！哎，打龙了，什么意思啊？又这样是吧？啊，又这样，有打野的时候你又开龙是吧？我在路上，快打完了，兄弟们，快打完了。哎呦，这个鲁鲁的龙确实太难抢了，真的太难抢了。哇，我操，不是吧？哎，真的，这把给太多机会了，就是就两波，那两波直接保级战送了。一波送了大人头，又一波又带线，一波了。我没有办法，真的没办法，尽力了，好吧，尽力了。遇见这种，我在，怎么了？那大家还没有点关注的，主播点个关注，好吧？还没有点关注的，主播点个关注。抽波奖，抽波奖，抽波奖。我是选的是百分比啊，百分比，百分比，我优先用的是百分比。办卡抽50余次，兄弟们，办卡抽50余次，参与的人数不多，中奖的几率很高，兄弟们，积极参与起来，好吧？然后有我的粉丝牌的，有我的粉丝牌的兄弟们，记得每天来升一升级，达到16级粉丝牌就可以包上一公司，16级粉丝牌就可以。谢谢炒饭里有卡路里，谢谢炒饭里有卡路里送的办卡。
太可惜了，说实话太可惜了，哎，这把输的，真的，这把输的，晦气。我当时我那时的我那个大人头是没有办法，真的没有办法被他闪现阴了。但是我那波其实问题不是很大，但是落手的那一波问题就比较大了。两波，一波送，一波带线带太深，一波又直接带下。这大龙出生的时间点不能带下路的，带下路人家直接打大龙了，你又没有 TP， 你又过不来，加上人家是个鲁鲁，我抢不掉他的龙。这撞粉飞机上四把，上四把，还债啊！每天都每天都还，每天都还，兄弟们，每天都在还。有没有撞粉老板？有没有老板开撞粉？直接预约一个中午十二点钟三号，好吧？预约一个中午十二点钟三号。安卓系统，安卓系统，微信区翡翠号。我用双手成就你的梦想。主播什么时候开板？主播不板，主播从来不板，好吧，主播从来不板。在主播这里，在我深情的直播间，大家都是来学真技术的，好吧，主播从来不板。边玩边解说一下 ，OK， OK OK。哎，不是拿不拿稳的问题，那给了两波机会，主要是我们的上单给了两波机会。那波太伤了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这么就是稳赢的一把，烂输了。你出生在地图右上方，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或许我失去了视觉，但我依然洞见一切。半卡抽五十余次，兄弟们，半卡抽五十余次，还有五分钟结束，五分钟结束，参与的人数不多，中奖的几率很大。现在就三个人参与，兄弟们，就三个人参与，中奖几率很大，好吧？谢谢小闪闪，谢谢芝芝超可爱的半卡，谢谢小闪闪，谢谢芝芝超可爱。谢谢一夜冠，谢谢一夜冠送的半卡。大家有了我的粉丝牌，有了我的粉丝牌，记得每天来升一升级，好吧？每天荧光棒刷一刷，拔到十六级牌子，十六级牌子就白嫖宗师，好吧？白嫖宗师，我们粉丝牌是有福利的。谢谢小闪闪送的两张办卡，谢谢南山小小霸王送的办卡。今日是一场重大的考验，对面是南山导演，卡牌嘎了，兄弟们，卡牌嘎了。吃播线，吃播线，这个线，他们的皎月100%还会来继续推这波线，兄弟们。当我没说，好吧，当我没说。这个线都不推的吗，臭宝？这里亏好多线啊，他亏了，亏这波炮车线都吃不到的。蓝枪在上面，蓝枪在上面。注意危险。剑姬没有 W， 这波怎么说？有机会，有机会。他应该是还会想上来戳他的，戳火狼的。
不知道他的被动刷在哪里。机会来了，兄弟们，机会来了。在 A， 我在 A。哇，怎么是带盾的？哎，哇，还行还行。这波线也不用帮他，不用管他，不用管他。但他这波线电机很亏的。于是就是陷阱，于是就是陷阱。主要是说肯定得这样说，或是送于是。干啥呢，臭宝啊！你干啥呢？直接一脚送他进来。你干啥呢，臭宝？你搁这蹲谁？我没有能量，没有能量 ，Q 到了，但是等不到能量好吗 ？Q 过来，直接一脚 A。直接一个一闪 A，OK， 给他拿下，因为他们金克斯是有闪现的，兄弟们，那不直接一闪 A， 让他反应不过来，反应不过来交闪现，还差一百块，差一百块我们刷波蛤蟆。前面的推背卡，兄弟们，办卡抽五十余次，办卡五十余次，参与的人数不多，中奖的几率很大，兄弟们，参与起来，参与起来。还有两分钟结束，还有两分钟结束。敌人消失，敌人消失。有机会，这个剑姬他的闪现还没好呢，兄弟们。可以，这波预判，兄弟们，这波预判，宣布封神。其实是没有 Q 到，兄弟们，其实是瞎鸡巴 Q 的，但是预判到了，这波就可以称之为预判，好吧，兄弟们。无尽的试炼，集合进攻峡谷先锋，敌方已击败亚龙，注意危险。我方已击败先锋，拿下来，吃个果子，吃个果子。我方上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，回过家。卡牌怎么又没了呀？臭宝，灵感杀了，臭宝，别死了呀！皎月成大爹了，等一会儿。没事，还要拆这波塔。我方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追贼，他有闪，他有闪，那算了。上路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马上到，马上就到，兄弟们。中途不要浪费，直接。哎，这机器人好烦啊！这机器人。正好他这个金根是正好进场，正好进场，我视野消失了。你干啥呢啊？知道我在，知道我在，胆子这么大是吧，臭宝？你还不走？你还不走是吧？你还不走？啊、大爹来了，就是大爹来了，惹不起，惹不起，这个大爹，说实话，说实话真的惹不起，不能上，不能上，不能上。我操！我感觉他要越塔了。我操！不敢，他不敢。哎，怎么又没了呀？臭宝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哇，这是不演员来的呀？这玩个卡牌哪有这么容易死啊？哪有这么不能被蓝枪单杀的？哇，恭喜小霸王，恭喜蓝三条小霸王，恭喜蓝三条小霸王。
看一下私信啊，看一下私信，然后把支付宝账号私信给我，我下播的话，下播的话。他没有闪现，兄弟们，他没有闪现，有机会，没关系，平 A， 我在 A，OK， 闪现，半先锋直接太重，这个中塔撞一下就掉了，直接溜，撞一下就掉了，不用管他，我肯定是能撞出来的，这个先锋肯定能撞出来的。分钟都不要浪费。哎，我个人看，我个人不好杀。哎，站稳！我方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C 的好累，兄弟们，兄弟们 ，C 的好累 ，C 的好累 ，C 的好累。没事，这把局势还是很明朗的，好吧？这把局势，我们等一下一条小龙还有三十秒钟。我在路上，一分钟都不要浪费。准备小龙，准备小龙。我方下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我用双手成就你的梦想。这波。这波是五 v 五的他，五 v 五的他。觉得最好还是先把龙拿下来，先把龙存下来。OK。八成一下怎么说？卡牌的黄牌，好吧，卡牌的黄牌，最好是先上蓝下，直接接大，快起两个人，摸上来 A 接中亚没关系，这有中亚，拉开一手，不着急 Q 一下，怎么说？要不要上？卡牌背了，我们直接先 Q 一手。机器人，机器人残血，兄弟们，机器人残血，杀机器人 ，OK。有没有约 ？OK， 晕住，接 Q 技能，杀兄弟们杀！我要死了，兄弟们！还好，活下来了。开上塔，开上塔。我在路上。把上塔先拿了，把上塔先拿了。你的招式有破绽。我在路上。站稳！恐惧笼罩了你的心智。回家，先做些村哥。我现在十个人头还是要注意一下的，我肯定是不能死的，我一次都不能死，因为死一次让对面拿到赏金，这把估计又要没了，兄弟们，又要翻车了。中路开起来了，中路开起来了，果然有中亚，救他一手，直接踹，但是踹到的是机器人 A， 再 A， 再接 Q， 扑过来，直接一手 A 一下 ，OK， 我现在很弱，他们打不死我的。上蓝枪怎么说？防备肥大，接 Q A，OK， 拿下三杀，直接拿先锋。丝滑，兄弟们，就这么丝滑，再 Q 一手。这个剑姬他是有盾的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杀，还是要杀，拉出来。我刚才不就是三杀吗？为什么又三杀？哎 ，bug 了，兄弟们，你发现了吗？我刚才就是三杀，为什么上完剑姬又是三杀？什么意思啊？怎么四杀都没有了？我方已击败峡谷先锋。我刚才杀完那个谁，杀完蓝枪好像就是三杀，但是为啥？得走，看这个皎月，先杀皎月。哇，虎狼伤害可以的，虎狼的伤害可以的，虎狼有伤害，兄弟们有伤害。A 接 Q， 接大招，接 Q 直接秒，先拉开一下，我身上被挂了一个剑姬的大招，兄弟们，再 Q 一手，没有 Q 到没关系，先拉开，我的村哥不想叫，兄弟们，直接回家，原地回家。来一把长剑 ，OK， 出门。
我又回来了，兄弟们又回来了，战神回来了。怎么说？还要干是吧？要干我便干，要战便战，来，来，来来来来，别跑，你别跑。便有个机器人，有个机器人，不用打他，不用打他，打他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还勾我？我直接就，我不理你，好吧，不理你。啥段位的？微信区的宗师啊，微信区的宗师五百点排位，好吧，微信区的宗师五百点排位。炸鱼，好吧，炸鱼，兄弟们。发起攻击！打小龙，打小龙，然后大龙，这波都可以了。先大龙也可以，先大龙，先大龙。我们稳妥的，先大龙。撞粉就可以，好吧，你们大师想上车的来个撞粉就可以，来个撞粉就可以，等一个撞粉老板，我就差一个撞粉老板们，就差一个撞粉就一百，就百一百个撞粉。我方已击败亚龙，我方上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无尽的试炼，攻击敌方防御塔。上路的兵线，上路的兵线很不好，上路兵线要带一波，要带一波，这波要分推。攻击敌方防御塔。站稳。恐惧笼罩了你的心智。今日是一场重要，别信他，他会开板。房管，房管在吗？房管，安排一下，安排一下。这小子断财路了，兄弟们，这小子断财路。国服，国服最稳的车队，好吗？国服最稳的车就在我深情的直播间。不管你是王者，还是宗师，还是大师，还是钻石，都是炸鱼，都是炸鱼。哎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他妈真给兄弟疯了，开玩笑的，臭宝，开玩笑的，该解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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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这样搞，别这样搞。回魔将，回魔将，先把，神装先更新好吧，直接15分钟，直接神装，是一个标准的，是个标准的满载，好吧。今日是一场重大的考验。站稳，他们的心跳加快。站稳，无尽的试炼在等待。推下，推下就行了，推下就完事了，兄弟们，结束，结束，结束。我用双手成就你的梦想。我等会给你解，好吧？我等会给你解。刚才被封的兄弟，我的过，我的过，我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今日是一场重大的。You are legendary.
给我杀啊，兄弟们，忍不住了，我控制不住我体内的洪荒之地了。等会救一下。参加兄弟们，参加一波，三路的兵线到了，兄弟们参加一波，快！完善！大家还没有点关注的，就直接点个关注，然后加一下月角的水友群，微信群在我的鱼吧可以扫码直接见。然后大家有粉丝牌的，有我粉丝牌的兄弟们可以每天来升一升级，在我的直播间啊，达到16级粉丝牌就包宗师，16级粉丝牌就包三级宗师。拿下！炸鱼，这才是炸鱼，兄弟们，这才是炸鱼。差一把多少？怎么不说话？我说了一个钻粉就行啊，一个钻粉就给你安排了，老板，一个钻粉就给你带上车来，给你安排了。差一把大师不行，我现在这个最低是要大师才能上，我是宗师大师车。坏了，又是虎臭，兄弟们，又是虎臭，先来一把蓝枪，让下位置，8400分 ，OK， 让你玩好吧，让你玩，我相信你这把应该是能 C 的，我相信你好吧，我相信你，再来一把蓝枪，你不要让我失望，先来一把蓝枪。然后壮粉爸爸们，今天还没有打卡的，帮主播打一下卡，点一下壮粉联赛，点打卡就可以了。我现在第五名，兄弟们，第五名。他要让我先选吗？为什么要让我上单先出啊？我留一手康特位不好吗？错吧，我留一手康特位不行吗？对面是小鱼人还是狐狸上单？我觉得应该是小鱼人，兄弟们，小鱼人的话，怎么玩小鱼人上单也错吧？我渴望有价值的对手。蓝三条他们是最早一批的，我是九级房管，九级直接给房管。出生在地图右上方，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比你快一步，全军出击。人家对面打的都是绝活，我们都没有熟练度。你有熟练度就行了呀，臭宝。嗯，臭宝，你都8000分蓝枪，你都不升一把吗？啊，这不升一把？先来一把蓝枪。修一下，拿下被动，带一下被动，什么意思啊？
我这个人这就动了杀心吗？你这就动了杀心吗，臭榜啊？你这就动了杀心吗？他是带，他没有点了，他没有点了。哇，没出来一下，闪现扣一下一下他就死了，但是没容易出来，很可惜。掐个果子，掐个果子。他死了，兄弟们，他死了，他没有闪现的，干啥呢，冲锋啊！你在干啥？你这一技能这样教，那不得安排你。我家起飞，敌方，我从不退缩。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动作太慢，马上就好。Q 他一下。把他的把他骸骨给他破了，正在被攻击，不是，哎，啥意思，臭宝？我不行不行，这波小兵太多了，然后我没有盾，我这波盾如果说 CD 好了，我就直接杀他了，真的。哇，他这个人他一技能这样教的，没事，你再感应一下兵，你再感应一下兵，我就要你的命，真的，你再感应一下兵，我就要你的命，你就文经验就好了，好吧，文经验我不杀你，文经验不杀，但是我们再来。哇，这里面哇，我都没想到，说实话，我都没想到，这里面藏了一个落在里面，我靠！我是一个用剑的艺术家，没有鸡贼的很，这小子鸡贼的很，差点上当了，要不是蓝枪在的话，我都上当了，说实话。马上就好。干啥呢，兄弟们？干啥？我肯定要推线啊，兵线肯定重要的呀，臭宝，兵线很重要的呀。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精准而优雅。马上就好。没事，他这个兵线，我这个兵线，他又碰不到线了，兄弟们，他又碰不到线了。再拖一下，哎。拿来吧你，拿来吧你，红 buff 拿来吧你。回家。马上就好。我方已击败亚龙，我在路上。他这个小鱼人啊，他现在在我的面前，他只要把他的一技能交了就能杀，那个人只要敢交易就可以杀。我是一个用剑的艺术家。他不敢继续没办法，他又没意了，兄弟们，他又没意了。没晕到有点可惜。You are on a killing spree.谁教你的小鱼人上单呀，臭宝？谁教你的小鱼人上单是吧？泰坦，
开场菜了，我们巅峰应该是能拿下来的，把他下了菜了。哎，没有骗你吧？说实话，兄弟们，我想越。我方上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，敌人消失。我的剑准备好了。敌人消失。人有点多，兄弟们，人有点多。敌人消失。哎呀！哇，这狗落好烦啊！哎，我是真没看见，我真没看见，在草里没视野，我操，直接被弹了，我什么都没开出来。我想开 W 的时候已经晚了，其实刚才应该直接开盾好一点，开盾的话我能活下来。我的剑准备好了。具体几号结束？官方有说吗？好像没有，好像没有。来给我鱼，有本事你就给我鱼，好吧？有本事你就给我鱼。他不敢给，他肯定不敢给的。我不叫 W 技能，他是不敢给鱼的。怎么说？要直接来吧，兄弟们。感觉说实话，这个防御塔打人挺痛的，兄弟们。悠着一点，好吧，悠着点。我们稍微等一下兵线，好吧？这个防御塔确实扛不住，兄弟们。能救一下吗？我溜了，我溜了，我不跟你们玩了，好吧，我不跟你们玩了，我溜了。我操，好惨，一锤死。什么意思啊？又上票了。我方下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Turret lost。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哇，你的胆子是真的大啊！你的胆子是真的大。我在路上，我在路上，集合进攻亚龙。溜了，溜了，溜了。我方上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，这波技能打得可以了，打了维恩的闪现和治疗，好像是应该是闪现治疗都交了的，溜就行了，没必要非要杀人，好吧，把他们的技能打出来也不错。集合进攻亚龙，马上就好。来吧，赵信打野嘛，赵信打野。太笨了，说实话太笨重了，不灵活。玩打野的英雄里面一定要灵活，他才好操作，真的。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我在路上，我在路上。我的剑准备好了。哎呦，我中药可以，这手中药，人挺好，人挺好，错吧？应该死不了吧？应该是死不掉，两个盾，吸点血，吸点血。不行，不能杀，不能杀，不能杀！忍住，忍住，兄弟们，忍住！在路上，忍住，忍住，回家。试试吧。
下一件我想一下，下一件来什么？他们其实他们三个 AP， 兄弟们三个 AP， 直接来一首引魔刀，引魔刀挺不错，直接来一首大引魔刀，这也这样我就死不掉了，基本上死不掉了。三个果子，多十块，每只只。我先撤了，我在路上。锐利的剑，锐利的眼。注意危险，注意危险，注意危险。他们来抓我了吗？抓不死我的呀，不存在，不可能能抓死我的。你就算他们来。来三四个都有点困难，说实话，就我现在的装备，他们都基本上都是 AP， 只有唯一一个人是物理伤害。拆就完了，拆就完了。他们去抓，他们知道抓不死我，去抓劫了，兄弟们，出场一脚带一下 A， 带一下打个破绽，把他打残就好，把他打残就好了。没有用的，你给我大招没有用的，直接给你抵消掉。马上就好。拆塔，拆塔，直接拆。这波应该是好像是没有人能过来的。Enemy turret destroyed。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 ？Enemy turret。撤一下，先撤一下。这波搞不好会出事情，因为大龙已经刷新了，大龙已经刷新了，不能乱来。回波加，先补充一补充一些装备。精准而优雅。我在路上。马上就好。我在路上，我在路上。这波舞台就很大了，臭宝，随便操作，随便操作。没有用，没有用，我水银鞋，我水银鞋没有用，冲就完了，给我冲！三个打工仔，说实话，兄弟们，三个打工仔。直接上票，拿下，拿下，拿下！阿卡丽能打野吗？打不了，打不了，打不过野怪，哥们，打不过野怪，真打不过野怪。大家还没有点关注的，还没有点关注的，给主播点关注好吧？然后加一下右上角群友群，微信群在我的鱼吧，可以扫码私信。然后有粉丝牌的，有粉丝牌的兄弟们，记得每天来升一升级。我的粉丝牌福利，我直播间的粉丝牌福利是达到16级粉丝牌，16级粉丝牌就包宗师，16级粉丝牌就包宗师。这样上车啊，中午发车，兄弟们，中午发车，中午发车是白金、翡翠、钻石都可以上，好吧？白金、翡翠、钻石都可以上。预约一个老板上号，预约一个老板直接扫码上号，开钻粉直接扫码上号，好吧？等一个钻粉，预约一波，预约一波，兄弟们，不然等会我要浪费时间来搞号。直接上号连打五把，直接上号连打五把，要安卓系统，微信取翡翠号就可以。
誓言不会坏，恩爱的状态却不会永远都比风中的存在，轻轻飘落下来，许下的梦融化得太快，或许我们都不该醒来。要翡翠号，翡翠号，翡翠号，好吧，翡翠号。钻石号我有很多都可以上，但是要翡翠号好一点，因为上翡翠号白金翡翠钻石我们都能上车，好吧，都能上车，兄弟们。我用双手成就你的梦想，对面寡妇打野，兄弟们，寡妇打野挺烦的。说实话，寡妇打野这种英雄，他到了五级之后就挺烦了，因为他太好去主动去干他了，在手游里面是没有睁眼的。这封信还在怀念旅行。如果的爱情都太年轻，你是我想要再回去的风景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或许我失去了视觉，但我依然洞见一切。全军出击，直接去他南区，直接去南区给眼，这个南区的眼一定要给，前期一定要给到他压力，给到这个寡妇十足的压力，好吧，注意危险，不能让他玩得太舒服。双手成就你的梦想，与我一决高下。于中守命，这个杰想进来打果子，不用理他，我马上到两级，他如果还敢继续这样的话，给他直接做掉了。不知道这边可能会有视野，直接靠着墙走，靠着墙走，他这个三角草的视野是发现不了我们的，知道吗？这个小细节一定要知道。广播在上面，广播在上面。脚步放轻。我在路上，他没有闪现，他还要想推这波线的话，那他死了，他死了。但是他这波可能要到五级了，兄弟们，他要五级了。但是没有关系，把他大招打出来，好吧，不交大，看死了。注意危险，闪现一下 ，OK。胆大心细，好吧，这个时候一定要胆大心细。我知道结构来了，我知道结构来了，不用给我点，我知道。不要慌，不要慌，不要一直点信号，我都知道，全在掌握之中，好吧，兄弟们，全在掌握之中。脚步放轻，一分钟都不要浪费。去
险。这个杰他有大招，他这边有大招，看他怎么说，看他有会不会中发现。他这波是没有 W 技能的，直接中过来了。一减速 A， 接 Q A，OK，、OK, 直接带走。这寡妇怎么说？他是没有大招的，这寡妇。什么意思？你要进我的野区是吧？啊！又是这种路，好烦、啊，真的好烦、啊。恶心，恶心，兄弟们，只能说恶心。但是这波他们好像在送，但是宝不是没有，宝不是没有大招的。小问题，小问题，还好。能把这宝不杀了吗？把他杀了就很赚，应该死了，他是没有大招的。我方注意危险，注意危险！准备控先锋，好吧，准备控先锋，先拿个蓝。这波寡妇是有大招的，这波寡妇是有大招的，我们得小心一点，得小心一点，不能打得太奔放。剑姬要回家，扫描先开起来，好吧，扫描先开起来，看一下他的先锋里面有没有视野。我估计这个落手应该也是要回家的。落手去回家了，落手去回家了。那这波打先锋就没什么问题，最多是我跟寡妇一 v 一，好吧，寡妇在下面，那更没事了，先锋可以稳稳的拿下。我方已击败峡谷，直接回家，直接回家，直接回家。他们要打小龙的，要打小龙。无尽的试炼。这我们家里奥死了，这个小龙可能不太好搞。他们打得太快了，因为他们是三个人一起打的。小龙应该是没了，小问题，小问题。脚步放轻。我担心的点就来了，就是这里，兄弟们，真的，就是我担心的点，这个寡妇太好搞事情了。我方下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，能守一下吗？这种塔，我们家里要是有大招的，但是他好像没有闪过来。哎呀，跟着我一起过来就好了。他如果带我的话，这波是可以打的。上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，有点难受。这把慢慢打吧，慢慢打。今日是一场重大的。又要死了！这寡妇就抓上路的，真的就抓上路的。Enemy rampage. Allies slain. Allies slain.很难受，他们这个线就不、根本就不能推出去的，真的不能推。主要是我不能一直守在下路，知道吗？问题是我不能一直守在下路，因为。因为我也要发育，真的，我也是要发育的。我不知道他们的寡妇什么时候会干死，我不知道这个点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干死。这边有个落手，这边有个落手。回家了，回家回家了。我方上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放轻，注意危险。绝不能
Ally slain. Ally slain. 那 ADC 就一直待在上路，他其实早就可以换到中路来了呀，早就可以站在中路就死不掉，舒舒服服对吧？没事，那一把有有操作的空间，好吧，有操作的空间，兄弟们，看好看好操作就行了，操作他们。他们虽然前面优势挺大的，但是得操作他们。我方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我一脚五个，但是没有人补一下伤，没有，是我们没有伤害。那加尼奥是出肉的。小龙，这波打这波小龙团了，好吧，打这波小龙团，因为往后面拖也是越拖越不好打，没有办法。敌方已击败亚龙，我在路上。今日是一场重大的考验。拆不下路了吗？拆不下路，拆不下路，赶紧拿点经济止损。雨中守灭，看看是谁。可惜，不过这个劫的伤害有点高。还好塔拿下来就行，塔拿下来就行。敌方已击败峡谷先锋，我在路上。我用双手成就你的梦想。我在路上。他们的心跳加快了。快了，包过来了，兄弟们，他们包过来了。反方向逃跑，好吧，反方向逃跑，我直接原地回城。他们好像注意力不在我身上，兄弟们，没人注意到我。今日是一场重大的考验。什么局啊？打的是微信的，微信区的宗师大师，微信区的宗师大师。哎呀，伤害，感觉伤害层面差的太多，说实话。伤害好少啊！今日是一场重大的考验。哇，我操，这个落手跟个鬼一样，跟个鬼一样，真的。没有办法呀，兄弟们，这种局真的没有办法，因为他们说实话，他们前期的中野都是裂开的，寡妇阵允许没办法，寡妇一直
寡妇这个英雄打这种局，他就是这么好 C， 真的。基本上你们看我吗？寡妇也是一样的，因为太好抓了，基本上一抓就死。一分钟都不要浪费。我方上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无尽的兄弟。Enemy killing spree. 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Shut down. Enemy slain. 哇，我操，难受，难受，难受。谢谢小霸王，谢谢蓝三条小霸王送的福袋，谢谢小霸王。敌方已击败亚龙。还有一波大龙的机会吗？还有一波大龙的机会。哎呀，你是真的烦哥们，我你是真的烦，你能不能别烦？你能不能别烦？滚！我方水晶正遭受攻击。我方高地塔正在被攻击。那个兄弟们，那个。触摸皮肤好吧，触摸皮肤。大家还没有点关注的，给主播点关注，然后加一下右下角的朋友圈，微信群在我的鱼吧给扫码直接进。办卡抽五十鱼次，兄弟们，谢谢局里局气的小心，做了办卡。参与的人数不多，中奖的几率很大，兄弟们。然后大家有我的粉丝牌的，记得每天来升一升级，好吧？在我的直播间粉丝牌福利，直接16级粉丝牌就包上级宗师，16级粉丝牌就可以。谢谢小霸王，谢谢心中有曲自然哈比说的办卡，一张办卡就可以参与。然后预约一个老板，中午扫号好吧？开钻粉就可以，直接上号连岛五把。有没有老板抬手钻粉，兄弟们？就差一个，我现在99个钻粉，兄弟们，很难受。有没有老板抬一手？预约一个老板，扫号好吧？有车位，阿哥，们马上发车，上号掉分，什么时候上号掉分了，拓宝？抽奖皮肤抽奖开了，一张办卡就可以参与，好吧，兄弟们，参与的人数不多，中奖的几率很大，现在才几个人，
啊，又是小鹿，又是小鹿呀！这个东西每一把都有这种东西，难受。我用双手成就你的梦想。谢谢初遇正的白，谢谢初遇正的白送的蛋挞，谢谢芝芝超可爱，谢谢紫三岁，谢谢宰三岁，谢谢宰三岁，宰十岁，宰十岁，谢谢宰十岁，谢谢哥哥，谢谢哥哥送的钻石飞机，谢谢哥哥，谢谢哥哥送的钻石飞机，谢谢老板。钻五可以上车，钻五可以上车，钻六也可以上车，好吧，钻六都能上。对，钻粉就可以了，好吧，钻粉就可以了。要安卓系统啊，安卓系统微信聚粉对话，开钻粉的会直接扫码上号，直接扫码上号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半点说没听到 ，OK， 开通钻粉啊，开通钻粉直接等会扫码上号，好吧？十二点钟发车，十二点钟准时发车，兄弟们。来一个安卓系统，安卓系统微信区翡翠号，来个老板开钻粉，直接扫码上号。然后抽皮肤还有五分钟结束，兄弟们还有五分钟结束，参与的人数不多，中奖的几率很大，大家参与起来，好吧，参与起来。正在玄天哥咱们对，再跟玄天哥甜蜜双排，跟玄天哥甜蜜双排。甜蜜是很甜蜜，但是分是没上多少分。脚步放轻。这个上路怎么回事？两级干渴。Ally slain。直接去打他，直接去打他，这波他肯定是要，他应该是打上面的河蟹的，直接来打他，兄弟们。我在路上。Enemy slain。 坏了，这波有点稍微有点上头了，稍微有点上头了。哇，我操，这个东西他怎么打蟹打这么快呀、啊、我操，三秒钟就把这个蟹秒了，所以这个位这个东西他打刷也真的很快，难受。可以，转手他们的位也上头了一波，转手他们的位也送了一波，那就差不多了呀，差不多了。先每人上头一波，可以。现在又是同一起跑线，好吗，兄弟们？搞一波瑞文。他这波肯定不会回家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兵线，注意危险，他这个兵线注意危险，可以上，我现在有大招，直接摸上来。我操，这个人他应该是有眼睛看到我了，有眼睛看到我了，他直接跑到二塔那里回城去了。马上到，你们马上到，怎么说？池中守念，
你的高下。 谢谢子安哥送的办卡，谢谢子安哥。半卡抽五次鱼色，半卡抽五次鱼色，参与的人数不多，好吧，兄弟们，中奖的几率很大。今日是一场重大的考验。对，你我一决高下。 我方下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说实话，他这波有可能在偷先锋啊，因为他的这个潘氏的视野，他没有给好，他没有给到先锋里面，他还是有可能在打。但是这波选择直接回家，好吧，选择直接回家，我们把幽梦线做出来。曲终人散。 先打了，这波他们应该是要动这个先锋了，我们是可以接的，好吧，可以接。我们，家里奥有大招，潘胜也有大招，就把先锋拿下来。A， 再 A 波上来，这个瑞文是没有闪现的，直接挂 Q 带走，让他们先打，让他们打回攻，对吧？让他们打回攻。 我们蛮身不要先手切入，真的不要先手切入，一定要打后手，让我们的队友先上，让我们的这种潘森这种英雄先上去送，对吧？让他吃一套伤害，我们后手进场，后手进场是很容易就可以收割的。曲终人散。 让他们先打，这条小龙也是一样的，让他们先打，不着急。我们先吃个红。注意危险，远离敌人，注意危险。 再打了，再打了，哎，哇，里面没视野，很难受啊，这大龙被他们偷掉了。没视野太难受了，龙直接被他偷了，我都不知道他们在打，兄弟们真的不知道。 还好，小问题，小问题，我们准备搞一波一塔，好吧，搞波一塔。攻击敌方防御塔。先攒一波这个瑞文，攒一波这个瑞文，我的大招马上好，他退完线直接溜了。注意危险。 这波选择直接放先锋，先把他的一塔给他拿了，先把他的一塔给他拿了。无尽的试炼在等待。闪现拉开，不着急，踹一脚，一脚两个，先拉开，躲一下他的大招，这波。 不太好操作，说实话，因为没有状态，被瑞文杀吗？可以，瑞文杀掉就好。这波还是一个一换二，他们的 ADC 也支援到中路了，然后他的下塔没了，很赚。
我方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招式有破绽，我用双手成就你的梦想。大招五秒钟，五秒钟，先吃个果子，恢复一下状态，不着急。这是我们有机会的，有机会的。哇，这个人他很稳了，说实话，他的兵线这么多，他都不敢跟潘森打。可以，这波打个大招换闪现，不亏的，大招换闪现不亏的，波先锋可以直接开了。这轮没有闪现的，他想切入就比较难了，没有闪现的。等先拉开了，先拉开了，那个下路突然就直接被秒了，还好先锋是我的，先锋拿到了就好。这个塔守不了了，这个塔再守的话要死了。他们现在是还有四个人，我没必要守的。分钟，我方上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Turret lost。准备小罗，准备小罗，这波团，这波团就随便操作了，好吧，随随便便操作。波团舞台很大，兄弟们，舞台很大，看好这波操作，好吧，兄弟们。脚步放轻，直接动，选择直接动，因为我们的加里奥是有大招的。OK， 马上看一手这边的侠，这个侠直接被秒了。怎么说 ？Q 一手，接大招，接 QA， 一减速 A， 拉扯一下，不着急，兄弟们拉扯一下。还有操作空间，还有操作空间。哎，夹子呢？夹子呢？臭棒！哇，这个春哥怎么不给他夹住？他们想猜中了，他们想猜中这波，他们的 ADC 好像还有大招，他上波又是大招没交出来，直接被秒。Enemy turret destroyed。 我用双手成就你的梦想。我方下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下路塔，下路塔应该是没了，没关系，我现在还差200块钱，回家把死亡之舞做出来，我就可以去跟这个瑞文在线了，这个瑞文是打不过我的。激活敌方瑞文，我操，技能这么多吗？我操！我这么细吗？我这么细的吗？哥，你这么细吗？我为什么踹不出来呀？为什么踹不出来呀？我在路上。哇，这个有点东西，说实话，有点东西，好吧，有点东西。池中守孽。有点水平啊，有点水平，有点水平，有点水平。他们这波可能想打大龙，因为我们三个人出现在下路了。今日是一场重大的考验。
lane. Enemy killing spree. 我方上路防御塔。推波中，推波中，他们现在中路是没有人的，我们直接可以上他的阿特。又打起来了吗？我方上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我方上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我方高地塔正在被攻击。哇，我操，也太紧了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都打不死他，他血手触发了，兄弟们！站稳！无尽的试炼，我在路上，我在路上。可能在大龙的，可能击败，那时难决。拿条小龙吧，拿条小龙还行。我方已击败亚龙。给我举高下，我用双手成就你的梦想。小心点，现在不能被他们开了，我们得打团真的不好打，小洛这种东西我们限制不了的，我们这种限制不了，一分钟都不要浪费，该让的塔就让，该让的塔就让。我现在一直用兵线牵制他们，他们也很难受的，最多他这个大龙 buff 最多就拆，就能拆我们两个塔，就拆一个中路二塔，然后就没了，应该是拆不了别的东西了。大我零点不管大我零点，这个位这波给大招给我，是他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，好吗？把大招给我。我方项目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中路有兵线，中路有兵线，拆波中。一分钟都不要浪费。远古龙还有两分钟，大龙一分钟。无尽的试炼在等待。站稳。怎么说？这波他们 AD 没了，随便操作了呀！先拉开，先拉开，再 Q 一手他们的。随便操作，随便操作，这一波，因为他们的侠没了，打大龙，一波也可以，一波也可以。他们位应该死了，直接一波。Enemy slain. Shut down. Ace. Enemy turret destroyed.
开就完了，不用理他，不用理他，兄弟，拿下，拿下。拿下拿下，对面打野确实有点水平，兄弟们有点水平，好吧，一度让我感觉到了压力。大家还没有点关注的给我 点一波关注，好吧，兄弟们还没有点关注的给我点波关注，然后加一下右上角的水友群，微信群在我的鱼吧可以扫码直接进。大家有我粉丝牌的，有我粉丝牌记得每天来设计升级，让我的直播间粉丝牌福利，16级粉丝牌就可以包宗师，16级粉丝牌就可以发车发车，好吧，发车发车，兄弟们，白金翡翠钻石，白金翡翠钻石，有没有老板要上号？有没有老板要上号？有没有老板要上号？开通钻粉直接连打五把，开通钻粉直接连打五把。舒克的号，舒克的号是白金的呀，今天又先发白金翡翠车吗？白金翡翠上的多不多？新粉办卡一张就可以上场，办卡一张就可以上场，可以看一下屏幕下方，兄弟们看一下屏幕下方。放十四可以吗？不行，要翡翠号，要翡翠号。上罗纳尔多的，罗纳尔多，罗纳尔多是谁？罗纳尔多。我的打打就翡翠了吗？差几把，差几把。来舒克，开飞机的舒克，来来，让上舒克的号，上舒克的号。舒克前天直接抬了我两手，好吧，直接两个钻粉，直接把我抬到百人钻粉，就差一个钻粉，好吧，老板们，就差一个钻粉，有没有老板抬一手？这 P 哥的号也可以啊， P 哥， P 哥好久没看到你了， P 哥好久没看到你了， P 哥钻石号不行，钻石号不行，来 P 哥扫号， P 哥， P 哥扫号， P 哥。P 哥和舒克的号都可以，好吧， P 哥和舒克的号都可以，都是翡翠。舒克的号是打几把就翡翠，打几把就翡翠。别乱扫，别乱扫，你们再乱扫我就上你们的号，给你们安排一波了，不要浪费时间，兄弟们，因为我发到群里面又把麻花的群里面再扫又很麻烦。我知道，阿哥，我知道，阿哥今天直接给他焊死，焊死在车里，直接钻石立马安排，好吧，立马安排上钻石。舒克准备好了吗？还有 P 哥在吗 ？P 哥 ，P 哥能扫吗？都可以啊，你们两个的号都可以。皮哥也钻石了吗？皮哥，我操，皮哥都自力更生钻石了，是我，这是我
我的问题是那个，我的问题。那 P 哥来上车吧 ，P 哥来上车 ，P 哥来上车。来说快闪，说快闪。我操，这离翡翠还远呀，不过也不是很远啊，应该是有机会能跳段吧。昨天这么多连胜，应该有机会能跳吧。主要是来个老板上翡翠号是最好的呀，关键是没有老板弹一首呀。有没有老板安卓系统微信区翡翠号的老板开钻粉直接上号连档，好吧，开钻粉直接上号连档。我是不想开白金号的。谢谢阿哥送的撞粉飞机，谢谢阿哥送的撞粉飞机，谢谢老板撞粉飞机。谢谢阿哥送的三个撞粉飞机，谢谢阿哥的4架撞粉飞机，谢谢老板阿哥，谢老板大气，谢谢阿哥的7架撞粉飞机，谢谢老板的7架撞粉飞机，谢谢老板，爱你阿哥，爱你阿哥。谢谢阿哥的8架撞粉飞机，谢谢老板，老板大庆，祝老板身体健康，祝老板万事如意，祝老板万事如意，祝老板事事顺心，祝老板天天开心，祝老板发大财，好吧，祝老板发大财。阿哥肯定是马上，他的牌子肯定是马上16级的，阿哥的宗师肯定得安排了，肯定得安排。主要是阿哥的号我上不了，他号我上不了，我现在没有苹果。先白金翡翠好吧，快上车上车兄弟们，先白金翡翠，我们不浪费时间了。白金翡翠，兄弟们，白金翡翠，阿哥加好友，阿哥，谢谢七七，谢谢七七哥，谢谢七七哥送的撞飞机，谢谢七七哥。你的泪光，这里是豆蛋儿，这里是豆蛋儿。然后新粉办卡一张可以上车，好吧，兄弟们，新粉办卡一张就可以上车，白金翡翠。哎，已经加了，有好友。还白金翡翠，还有欠债的吗？快说，现在能上车。紫金港的梦，紫金港的梦的爱丽丝团，紫金港的梦。花落人断肠，我心事静静躺，北风乱，不仁子夜。
徒留我孤单在无边深山。纯真楼大魔王，下一把好吧，纯真楼大魔王，紫禁感的梦，下一把，下一把，准备准备，兄弟们准备。我感觉五三要来了，确实啊，兄弟们，我的五三好像很久没有拿过了，兄弟们。我拿了几天的四三，我的五三一直被抢，兄弟们，我很难受。怎么才能上车？加一可以看一下屏幕下方，你看一下屏幕下方，兄弟们，看一下屏幕下方。新粉办卡一张就可以上，新粉办卡一张就可以上，兄弟们。改一下标题，我改一下标题。JAD 可以上车，可以上车。现在是白金翡翠，好吗？现在是白金翡翠，我上的是白金号，现在钻石的还上不了。